所以话有时嗰啲咩必中六星嗰啲嘢咧，其实真系唔系好关事啊，因为佢中六星都唔系你要嘅嘢，咁中嚟有咩用咧？系咪先？靓仔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Siwo， 今天是2月4号啊，是除夕倒数的日子。其实每一次呢近乎去到这些关于大时大节，例如情人节、圣诞节、新年这些日子，怪物弹珠这些 game 都会周不时推出一些优惠或者一些合作活动给大家一起玩一下。而今年的除夕呢，他又搞了这个必中六星的十年抽，真的落坑玩怪弹大约都差不多一年了，但很多的命重我都是没有的，包括那些摩西、所罗门和这个马拿，所以撞正这些日子咁又冇理由唔抽一抽佢嘅。咁其实上一次嗰个超兽神祭呢，我已经係想抽，所以见到有87石话留咗喺度嘅。咁但因为嗰段时间太忙啦，咁所以算啦，唔好搞佢啦。咁但係今次除咗呢一个除夕嘅活动之后呢，仲有一个新春活动嘅。咁、那个活动简单啲嚟讲，就係只要你储值满76蚊，就会有一张六星券咁样囉。好彩啊！我之前系未买呢个技能包嘅，只要我一买咗佢咧，咁就搞掂啦。今次我哋就睇下，究竟喺呢个活动入边，我可以抽中啲咩啊？咁首先梗系抽咗呢个十年抽先啦。嗱，马拿所罗门啊 ，OK 噶啦。Shit！顶真系得，只只咩嚟噶？呢只唔识喎，唔识咩嚟噶 ？Tilly 唔喺度教唔到我，睇下先。布丽基反重武士杀手，我想掉佢，呢只应该废喎。唉，唔好谂啊，货金啊，货金啊，攞埋佢嗰个优惠算数，跟手拎埋佢呢个储值优惠啊！咁多个必中六星，我又唔信你一隻嘢啱我用嘅都冇。我哋先抽咗呢个新春嘅保证六星角色转蛋先啊！唔该啊，俾好啲嘢嚟啊！呢只又咩嚟噶？雾隐呢只好似有啲用喎，系咪啊？系咪有啲用啊？可唔可以留言翻俾我知啊？因为我而家玩到嘅地步咧，系我要去到嗰个关啦，睇到佢啲关要啲咩咧，我先知只嘢有冇用嘅。抽埋上面属性五个要咩技能好呢？其实我觉得传送或者扫雷都几好嘅，我拣扫雷先。但好似系冇马拿噶嘛，冇限定重噶嘛，因为我记得。哇，咩嚟噶又系？死啦！我咪全部都服晒啊！我想问。我咪全部都服晒啊！呢架车我认得啦，呢架一定认得呢架我。喂，安倍精明我记得系有用嘅，水晶都好似有用嘅。呢只好似都系有用过，我记得好似系我有见过嘅，因为所以话有时嗰啲咩必中六星嗰啲嘢咧，其实真系唔系好关事啊，因为佢中六星都唔系你要嘅嘢，咁中嚟有咩用咧？系咪先？咁啊，最后抽埋我女朋友呢部嘅十年抽啦。如果佢中咗，我唔中咁点算？嗱，佢好多爆弹系正常嘅，因为佢嗰个 account 系乜都冇嘅。啊，呢啲我哋可以唔睇啊，呢啲全部飞晒佢，呢啲假象嚟啫，呢啲废嘅，呢啲唔紧要，呢啲都唔紧要，唔重要啊，全部都唔重要噶。最后一只啦。咩嚟噶？有冇用噶呢只？好似全部冇乜用咁样样嘅。死啦！我都话啦，如果你个人黑咧，你系点样都唔好抽蛋啫啦，乖乖地啦，无货玩家咪算数咯。斩手指啊，斩手指啊！大家当可怜口啦，喺条片度俾翻个订阅，俾个 like 啦，好唔好？咁啊，嚟紧咧，嗰头先我个 account 嗰一堆石咧，应该都会等系迟啲一啲嘅大活动先再抽嘅。咁可能系等合作活动咯，又或者系睇下佢有冇个铺系马拿或者所罗门有得抽噶啦。唔怕啦，系咁多。中意呢条片嘅朋友，记得俾个订阅，俾个 like。我哋下一次再见，拜拜 ，peace。